台积电到日本的新本设厂，效益是慢慢啊扩大。新本的菊阳町为了要促进着台湾跟日本的交流，准备推出着旅游补助金。台湾は面白い。小籠包です。ルーローハンと小籠包を食べました。日本的观光客来台湾游览，除了会到台北市永康街吃一寡在地小食，也安排其他代表性的风景点。龍山寺に行きました。皆さんの日常生活にお邪魔した感じがして、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。七月份开始，日本新本菊阳町的居民想要来台湾游览有好消息。台积电设置新本，当地有旅游补助，来台湾观光一个人会使得到10万块的日本钱，差不多是新台币2050块的补助，是讲有资格限制，必须是观光，唔是商务。另外，在一个新本机场出入的航班名额是500个。新本县政府嘛，针对团体旅客有补助，为新本机场出发来台湾观光，一个人会使得到5000块的日票，差不多是新台币1000块的补助。台积电伫新本开工厂，唔呐带动两地商务往来，当地零售业嘛感受到台湾效应。台湾呢，やってきました。这个画面一看就是台湾，原来新本唯一的百货公司和屋百货，去年就捌为了宣传因的台湾博览会特别飞一逝台湾，依照外国媒体报道，4月份到5月份和屋百货外国人免税销售额头一摆超过总销售额的2%，其中差不多有40%的免税是来自台湾的观光客，啊，去年新本台湾的观光客增加差不多31万人，是排第一名。台积电新本厂拍算伫第四季开始量产，都嘛讲唔啦带动商务往来，买当提升台湾国际观光人潮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